还有人纸巾放在中控或者仪表台上吧，不但遮挡视线，一个加速或者刹车，纸巾就掉了下来，严重影响安全驾驶。这款挂式车载抽纸盒，无论夹在哪都很方便，放在车光板上，不仅颜值超高，还超实用，再也不用到处找纸巾了。